是复曰：“善之识，总须一纪修行，见取自性，直成佛道。法不相待，众人且善。无贵朝夕。众若有余，切来相问。只死了”是次使官僚再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这一篇、啊，这一篇、啊，到了最后，先大师甲台讲。 有善根，也让照这个方式去做，以这个机修，也让见取自信，也让看到家的问题，也让直接信佛，一信佛到，会给你法不相待，死不我已。 意思讲，咱若拄着即个局面，若无真正去修，无真正去做，时间直直过去，性命直直减少，法不相待，机会永远变得等咱。所以众人啊，暂且逐个散会啊，我呢要归即个，跟党朝夕啊。 这人哪有疑问啊？会当然大家问，当时啊，这个刺史官僚在会下，贤男信啊各个开悟，信受奉行，心佛心都有这所在，咱给大家搞读一篇，给大家特别提醒，心佛心德，不对。 是为知意念，为知意念。这个善甲善有啥无共？这是善，善福善多，差别不对。咱通常是干哪干哪要善呢？但是这一善，就是、讲讲会到爱做会到，真正爱做会到才讲会到。 所以，心，这二叫分咱后面里讲分大心、小心。这心的这心，你讲这恰意思。心佛心都是啥？咱的心态照这个世间的任何事物、任何一面、任何时间、任何关系，一这个归天而已。

德行能力，德行能力，你感觉安怎？德行来去，解救海外省事，拢是德行。定慧品第四，知是众因善知识。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悟迷。 言定慧比定慧一体无自傲；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。即慧之时定再会，定在慧；即定之时，慧在定。若是此意即，即是定慧等学。注意动手。公酒店的定慧，咱。 经常看各种修行诶一种方式，有人念佛，有人坐禅，有人持咒。目的呢，拢是为着要得到智慧。因为有智慧呢，才能解脱。至于讲咱安全， 所处的环境，如意大少，财产的济少，环境好歹，即是福报。所以，他们啊修到定慧呢，即对人来讲，这个是真要紧的代志。我个个经常听一个祖师大德讲啊。 每一个公案呢，拢作直接；每一个公案呢，拢作含蓄；每一个公案呢，拢非常奇妙；每一个公案，拢非常的卡卡妙。其实啊，听无听无听无嘛，是听无。所以什麼，上面叫智慧。 经经常讲，佛偏一这处，佛是讲智慧，意思讲咱的智慧，咱的思想观念，其实随时拢有。智慧咱是啥？咱是用日头，无日头无用丁火，无丁火用车费油费，无嘛来搭火，这著看咱诶功力啊，智慧诶节少。 最近呢，有一个技师啊，八十几岁头修行啊，伊毋知啥物时阵去学讲啊，我受有神通啊！伊讲我讲，哎、欸，伊看我应该是有神通啊，啊，问我有,有看到啥？我讲无，还是看到啥？伊讲应该有看到啥？我来甲伊讲哦，咱本来修的是要见性诶，啊受神通，受心痛啊有神通，然后心痛了，不嘛变鬼见鬼！ 因为信拢通常看拢是看拢是鬼神附身的较质，天神呢是大兴大德的人，大福大报的人，所以伊真招呢会含咱凡夫的身。意思讲，伊为欺骗人，总然有一个天神大仙呐，来者人间实现实现救度众生。 大部分呢，原来是负心的较济，带替心的较济，假名的较济。所以大师了，这大师一些说的讲，先提醒，咱这个法门啊，我这个法门一定会为本。为什么一样的讲呢？伊特别敢强调。 因为通常，咱咧修，通常拢修阶定慧，意思讲分分阶段。其实呢，即、这个定慧啊，是一体。下面叫定慧一体，咱平常是咱所谓言行、所谓见界来的，依咱本人的。 将见识程度，看，捌都是捌，唔捌都是捌，真正讲捌的当作不捌，大部呢拢是唔捌嘞，当作捌，所以这样有骗人的这种方法。所以有些所在呢，大师介讲，大家大将嗯买别呀，咁咧，咁咱讲什么？订花是有分别的，是无共款的。 其实定慧是同时的，是一体，是是不如法门的，是一项的。所以安尼安尼是父呢，伊、啊、讲、啊啊啊、定是慧体，慧慧是定用，一定之时定在慧，一慧之时定在慧。 一定之是会在定。若若失处矣，即是定会定合。即、这个意思是讲讲啥？意思讲，咱每一个人什物情形都定会。甚要定？注意咱学法、听法啦，咱爱要爱要，举一反三。甚物，叫定？ 定的相对就是乱，定的相对就是无定，不定不定都是乱。意思讲，咱心若定到什物程度，咱就捌到什物程度。咱拄则讲老技师要教我讲，学学看神通，我家己心也知影。咱即种吼，阿未到种程度，纵然会通哦，原来是袂通。 何必在勉强呀？心痛毋是修来的，修来一种心痛是无好、无实用的、无救。竟的。大师拄则头前头前第这篇来讲，心若通，神就通。主要咱那心想通啊，心想安哪通呢？心著是想，想著是念。意思讲爱想爱通啊，但是有没通啥。 通一切法，通一切力，通一切慧，什么术？为无所定。咱世上世间人的考是考啥？是考在世间人的物质地位，乃是身体健康、子孙的如意大吉大吉。只不过是安尼尔，咱到什物时阵会想通？ 啊，这个物件是个人个过去生的个人的的胳膊，人各有千秋啊，无实权呢，无真正的，啊何必就勉强呢？矮的要比高呢，高呢要看矮的，丑的要比水的，水的要找较水的，啊人永远呢就离不开即个比较，比呢就计较 所以卖币都没够，卖币都够啊！以前啊，有一个尚书，这个发运真好啊，逐工啊，拢真济信众啊来去请法。这一工啊，有一个少年法师，二十通慧啊，套餐呢都来去排队啊，来请法。 但是看这少年啊，也无特别注意，哦，伊着来啊。古古早找人啊，都是先来先到啊，也无也无特别什物提牌啊。啊，这个少年因为可能呢，我那特别有道心，所以伊也袂插队，也袂急眼忙，所以伊看一点神经，新牛人来，壮人后壁来，伊也新牛人。 伊就想等大师有闲的时候，将单独呢，甲大师请教，卖互别人有单的。伊着即点想法。啊，即、这个一、这个等呢，等较暗，暗头啊五六点啊。大众呢来请教的人拢到了了啊，剩一个。大师往就知影，也但是要特别来甲伊招呼伊讲：“哦，你来遐久啊，来是，我你想来做代志？”无？”伊着大师呢，当作有看无看哦。 或这一日等咧，就等下等下暗。即大众照料啊时阵，大师傅咪讲，哎，下人法师啊你，哎有啥问题吗？当这下人法师一开嘴时呢，这老法师呢，就出来讲，哎，当作家己到到底啊。 来来来，等你来，透早来到即阵遐久吼，先来吼，带了阮后壁这个寺庙边，咹行行嘞，即摆行到后壁上后尾伊这个后院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小山轮啊，然后去这个特定环境看看先，小山轮有一坡跌啊，然后去就比较惊讲，你看你看，这坡跌个，你看有什么意思？这下人想说哦。 就看老和尚讲，看，看这个，啊，唔知老和是什物意思？老和尚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七步跌个呢？管呢，都管呢，给都给。这下面小叔唔来唔来听我无？点点拢无反应。但是呢，这老禅说呢，都该开西关。 即卖来我咧讲这个公案啊，通常啊，讲一项吼，可能注意也无虾物感觉。我即卖尽量一概讲人啊，批的。我即下有一个少年尚书，伫大作，真认真，已经哦修完啊几啊年啊。即下一面形势啊，坐咧迄个上堂诶时阵，看着迄个头像来咧巡。 孙俪阿是伊在哩哈哈大笑，大生准备嘞，准备这个模样，无阿哩是咧笑啥嘞？只笑哩，小就讲哦，我终于开我啊。大婶叔讲啊，你是咧，是說哦說啊、你是我就象。哎，不过想说哦，我呢今年哦，三十几岁啊，啊，出嫁吼，我那几啊年，我今嘛才知。 原来哦，阮老母是查某的，所以你听有甚物感觉？拄安尼迄个老禅师讲，迄个跌啊掼的都是掼的，假都是假的,的,的。后壁即个公安呢，即、这个消防小师甲老禅师报告讲，原来阮老母是查某的。我经过一句讲。 佛一切法不坏色相，佛法两个大师讲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。这个意思是什就一切法离一切法，离一切法就一切法离一切法，就一切法离离开离离一切法。这个意思是什 有就甚么讲讲？做意无做，无做意做；看意无看，无看意看。叫做定慧。意思讲，介个代志其实看那是最简单嘞。咱就明明就办，咱唔办；明明就简单，是咱以为要要想。咱认为要想的时，所以后壁照一句讲到，讲到到啥？ 是是灰，一即，即嘛是是灰，可以讲拢是共应。后壁即等于啥意思？自私。咱甲讲讲自私，咱偏偏为求十万亿佛到咱一旦做到什么时阵，了解咱机智行动。 是以大行行之中哦，拢是佛法。你影上物叫佛法，看菜背配饭，看人讲话，看书办事，看佛拜佛，安尼也听无啊？就简单嘞，看书什物意思？ 你听好不？师父那开喙时，你一句话就讲起，来，就甲他过来。意思讲你的意思比我还要紧，你比我较有道理，你比我较慢，安尼就落入世间法。师父，师父长，甲你讲个是，咱干会当了解，即两意念，事实。啊，你若无讲是，你你若毋讲，你若甲你讲个人，就必智慧啊。 差别不对，每一个人拢有分，分有三分，每一个人拢有三分：本分、新分、好分。咱咱嘅智慧是对什么所在用？了解新分、本分，就是咱嘅好分。如果咱毋知影了解咱的新分，毋知影咱的本分。 安尼都变灰分，这个、中间无法度讲啊，真白，我爱好家己去参，家己去领哦，家己受通诶利正会当话用，把人家己讲明诶，你不晓不晓话用，都必死诶。前一日做做做馒头，赶快做做诶。 做面包感官，这个发价黑的时，发的时，规啊拢发。所以修行的法规发挥，诸很多因，莫言先定发挥，先会发定个别，做出更加发有理想，口算善恶，心中不善。

大师一切所在心间讲，先定发挥，先会发定，这拢是错误的。所以说，咱唔要讲哦。我先先爱打坐，啥物时阵来带咱先地位我是地位呢了搞定，定甲地位是同时的，是一体的定会同时，定会一体。 意思讲，咱有偌侪定，多偌侪亏；有偌侪亏，多偌侪定。意思讲，你捌一分，都会做两分；你捌两分，都会做三分。未讲三分。伊所以因此呢，捌偌侪，都知偌侪分。所以做出更加发有理想，咱呢一直。 坚持讲我要啥物时阵升顶才要发挥。所以有个人真坚持讲我要量化智慧，才会当安心。真坚持讲我逐工一定要做偌久，才会当开智慧，才会当开我。这些东西对是对立的，这些东西两性，这拢是一种依赖加追求。 定慧诶物件，什么时阵？简单讲，咱随时随地内心无是非恩怨，好歹无贪嗔痴，这都是定慧。咱时时刻刻有法度行学咱金刚金刚讲行学之心，时时刻刻有法行学之心，用念佛用做代志，行诸种哦。 拢是要互咱心平气和的，为虾物？因为咱是过兵相依，所以咱一定爱用兵相心。用兵相心就冰时，都是兵相喜、兵相输。因为兵了解兵相，肯定兵相，所以你对我都进入非常境界。 虾米都非常为兵雄啊来的有，啊，为虾米我都了解非常境界，因为非常原来我是兵雄。为虾米非常原来是兵雄呢？因为天又不吃风云，人又但是好学，这边不厉害。所以人在这个生死关头，天地中中间我都。 彻底了解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安尼你就好多了生死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无比这个物件，佫较大，佫较要紧。天地佫较大变化，都、就是风云；人生佫较大变化，都、就是不测。 不祥，所以为这个所在来看世间任何但是拢真正常。 七零四进幺，十方坛悦大德护持电视弘法，以使佛法常住，法轮常转。若蒙捐款，敬请电汇，永丰银行嘉义分行，账号零一六零一八七零零零零一六五，邮政划拨账号三一六零五一九一，户名七零四。 联络电话：零九三四二七七六九一。1, 阿弥陀佛。